Happy Cooking Show， 关了尿尿尿。大家好，我是 Claire。Hello， Hi， I'm Kevin。北弟啊，你知道吗？澎湖的小馆干呐、可是用新鲜的小馆加上澎湖美丽的艳阳，还有徐徐的海风制造出来的。That's right， 小馆可是澎湖啊特产之一，尤其他们晒的哈、很奇怪，有够干，可是不会很硬哦。还不光如此，他们现在也转型做一些有机栽培的植物啊，所以像什么玉米啦，还有什么辣椒啦，甚至胡萝卜啊，也种得很成功耶。对，你记得我们在澎湖时候呢，那天往那个丰贵洞的路上啊， 看到很多在他们在自家门口搭起架子，就在塞很多干货，有没有看到？有啊，什么小馆啦、章鱼啦、臭霸鸡啊，都有的。而且你看哈、在这个有机的植物园里面呐、我特别记得那个阿贝哈、种那个辣椒啊，滋美的呢，完全没有农药，用有机的那个栽培法呢，结果那辣椒竟然长得这么漂亮。对，这是由马科长啊，就在带领的带领之下，哇，都种得很好吃耶。是啊，尤其那个啊大姐啊，她种那个红萝卜，她其实因为自己生病了，开始改种有机的红萝卜，就发现呢，种了之后自己身体也好了，而且很有意义。邱大姐的这个红萝卜啊，这样洗一洗，这样带皮啊，生吃，很好吃呢。对呀、因为它吃起来就特别有那个红萝卜的清甜。说实在的啊，你知道吗？以澎湖这样的一个环境，风又大，对，然后那个艳阳又大，然后风沙的时候，然后到那个冬天的时候更难。可是呢，他们却转型做有机栽培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用心啊，真的没话讲。其实要克服很多问题，可是我觉得只要用心，哇，栽种的东西就特别好。是啊，而且他们也很懂得善用哈、上帝给他们天然的物产。除了栽种有机以外，本来都是一些废耕地，后来转型栽种有机。可是他们的渔获呢，还是很注重什么呢？当他们量多的时候呢，他懂得制造一些好吃的，用天然的，用太阳加上海风，就自然晒干的小馆干。That's right。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不只是小馆干，今天我们又用澎湖的金膏黑 所谓的狗虾晒干叫金膏黑，来我们改良啊，做这个叫什么松？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很特别的叫小馆干贝松。哇，听到松啊，其实可以发挥很多菜，因为这个干贝松啊，可以又可以、放在那个香港的这种红它取代了对，像港式萝卜糕可以包在吐司里面，可以包在吐司，可以炒饭、可以炒饭，可以炒面，可以炒高丽菜、空心菜，也可以呢拌面、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油饭啊、油糕啊，也可以撒一些，也都非常好吃。今天我们的食材有什么？主要的材料就是澎湖的小馆干，再来就是澎湖的金膏黑，还有小丁香哦，澎湖的丁香鱼。哇，这个丁香鱼跟我们新加坡的那个那个叫什么ikan bilis 不一样。ikan bilis 不一样。对。干贝、用小干贝。OK。然后我们要加一定要蒜泥、红葱头泥、干辣椒泥、新鲜的辣椒泥。这个就是那个。澎湖的辣椒。对不对？今天改良这个松不要走开，一定会满意。对，你绝对不能转台，不能绕跑。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的是比传统的辣酱来得好。对，会油。然后我们今天呢，用这个松来炒饭。我们用这个长豆。很棒，是我们今天炒饭的材料是用长豆。有机红萝卜。OK， 澎湖的有机红萝卜。Yes。 然后呢，鸡蛋、糙米。哇，好棒！我们采访的糙米哦，这个。OK， 可以帮助。赶快来做酱哦。好啊。OK， 那这个酱哈、这个先烤干。对，烤干。如果说你把它剪小小小小哈、去油炸，那就很可惜咯。对，好，那我们整块烤，给它回软一下。OK。当然，我们用纸撕的纸巾先把它擦干。好，因为晒外面一定有灰尘嘛哈、我们用湿的纸巾把它擦干了以后呢，那我这个已经有热度咯。OK， 一点点热度哈、那我们把它盖起来，给它在里面烤，小小火。OK， 烤一分钟，翻面一分钟，然后呢，烤完以后呢，我们就剪，把它剪成一条条干丝，小管干丝。很奇怪，烤过它更香呢。真的吗？对。对不对？真的好像吃鱿鱼干这样。它刚无迄个臭臭味。它越咬越香。那你讲，然后干贝呢？你买小干贝来做就好，不要浪费。OK， 因为大干贝一斤可能要快2000块，那小干贝一斤可能在800多块。OK， 那我们小干贝哦，这个很重要。
我们只是把它哈、哦、喷葱姜蒜酒汁，嗯 ，OK， 然后呢，不需要隔夜泡水，不要泡水，好，你泡水它蒸过，不要去蒸过，嗯、你只要哈、哦。因为小粒不用蒸过，如果大粒有些人、哦、喷了酒啊会去蒸过，那我们小粒、哦、你最重要是要放隔夜，那隔夜它会、哦、这样子软软的，哎，真的吗？就是这样松松一条一条剥开啦，你这样轻轻摸它就已经耶、OK、哦、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剥这样子放在这边，自己做的、哦、食材买的好，然后呢不会很油腻， OK， 好，一分钟到了，再一分钟OK， 那把它这样子两边烤 ，OK， 各一分钟。你看它现在就很比较软了 ，OK， 好，那我们就再烤一分钟 ，OK。然后呢，这个干贝哈、哦，就这样把它剥一丝一丝，这样子很松，很好吃。然后这个金高黑也一样哈、哦，我们只要洗放隔夜，不要泡水。你泡水哈、哦，它的甜分、它的咸度都流失了，那你的酱就要加味精啦、啊，加很多糖啦、啊，加盐巴。不用，我们洗了，好、哦，然后马上沥干，马上放冰箱，隔天它就软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捶 ，OK？ 你看我们这样捶有没有？不用剥了吗？啊，不用剥。对对对 ，OK， 我们就把它捶成酱，有口感、嗯、，OK？ 用那个煎锅这样子。好，这个啊，用机器搅跟手工锤是不一样的。对，当你把这个虾仁啊、就是、干虾仁去锤的时候呢，它自然的纤维还在，然后炒起来也特别好吃。对，因为如果你泡很多水哦，你要炒香，它又得把水分把它炒掉，那就浪费营养了。OK， 好，所以我们这边 OK 了，你看，很软哦。对，这样你吃很香哦。不要，你不要吃了，你牙齿不是很好。OK， 好，牙齿很好，怎么不好？OK，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啊、哦，当然这个哈、哦，丁香鱼哦，只要洗沥干哈、哦，那这个也要烤。等一下我们来教你怎么烤。OK， 你先炒酱了。对，然后这个泥哈、哦，这个泥哦，不要用机器打到碎碎的，因为我们用锤的哈、哦，它比较有口感。好、嗯、，OK， 那我们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饭，好不好？这个饭哈、哦，还时间还没到。我糙米这边哈、哦，用两杯的糙米，两杯又四分之一杯的水，泡四十分钟，滚了大概四分半，小火十二分钟，然后检查一下，要收干。一般人都觉得糙米很难熟，通常都要泡很久，对，泡两三个小时，对，然后收干，有没有？它已经收干了，然后煮关火焖十分钟。这个米哈、哦、要煮得好，一粒一粒，可是不能关给量来炒这个饭，哇，真的很好吃。OK， 我们现在关火给它焖了。OK， 那我现在把油放下来喽。OK，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蒜头、红葱头，这个哈、哦、要煮这个酱好吃哦。红葱头跟蒜头啊，得爆的香 ，OK。那你看我半杯油，你说为什么先半杯油？因为呢，我的虾米哈、哦、很干爽，等一下要爆香这个虾米，所以这个油哈、哦、是给虾米跟红葱头。一般在传统做这种酱料，很油，通常真的很多油，像什么 XO 酱啦、啊，或者一些传统的干贝酱，你会发现呢，第一个就是油很多，第二个呢过油。过油，它每一个食材，每样东西都要过油，每一个食材去过油，这个也过油，小管这个、也过油，干贝也过油、嗯，丁香也过油。那我们不要 ，OK？ 小管我刚才已经有教你们哈、哦，去干烤 ，OK？ 它就会比较香，也比较回软的。好，那我们这边呢要炒约八分钟，嗯 ，OK？ 炒到什么程度？炒到这个蒜跟红葱头啊，稍微变浅浅的金黄色，又不能苦掉，不能苦掉，哦、浅浅的金黄色，因为我等一下要放这个，又给它爆香。现在我马上下来，它全部的油被吃掉了，这个不够香。OK， 没有啊，这个这边我帮你看，那你要去那边炒湿喽。好，我要这炒湿又太快了，哦，因为这个要。因为这个很快，那这个呢？我要炒什么丝？我要炒干贝，因为干贝不要过油炸，把它炒到嫩嫩就好了。然后我要炒小管，啊、哦，那我要炒这个
丁香 ，OK。然后这个辣椒呢，会跟这个虾米，哈、哦，虾米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哦，其实我们看一下成品好了，我们做有点松，干爽的松，可以包吐司，可以炒饭。那澎湖在卖的大部分就是。干贝酱哈、哦、是这样子，就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它的金高黑都是整粒的哈、哦。那我们这样子要包在吐司啊、哦，就感觉一粒一粒的感觉。那我们把虾米改良哈、哦，虾米做成松，那这样包起来，你吃起来哎有咬感，很好吃。OK， 好，快要浅金黄色了。OK， 我们看一下啊、哦。OK， 对。大概要中小火哈，大概要八分钟 ，OK。那我今天哈，因为我用火比较大，可能五分钟就 OK 了 ，OK。好，很好，要浅浅的金黄色。嗯。那我们就把这个虾米下锅。对。那这个虾米一下来呢，大概要不能用中小火，大概要比较小的火给它爆香，哈。给它爆香大概五六分钟 ，OK， 哇，你看下来有没有？嗯 ，OK， 那辣椒要下来咯。那我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因为新鲜的辣椒颜色比较没有那么暗。哦，我懂。对，比较鲜。啊，比较辣，啊，这比较不辣。啊，干辣椒也是把它捶一捶哈。干辣椒比较香。所以我们对干辣椒有它的香气，所以干辣椒不能放太多。你放太多，它的颜色哈。暗沉。就会太暗了，对，一个嫩的，一个老的。哇，你这样真的讲了一口好菜，都会帮我接话。OK， 那辣椒也下来炒会更香哈、哦。OK， 好。你是绿叶，我是红花吗 ？OK， 嗯，那这给你炒好不好？好，那个换给我炒，你去炒丝了。你来换边。OK， 那你这边帮我预热那个炒饭的锅。好。OK， 那这边就给 Claire 炒，那这边呢，我们来炒这个丝。OK， 那这个丝呢，我们干烤一下这个丁香鱼，因为丁香鱼啊有腥味，所以我们稍微干烤一下，就像刚才那个鱿鱼干哈、哦，给它干烤，盖起来，给它回软一下。OK， 因为太硬，油炸太硬，咬起来不好吃。OK， 好，那这个呢要用油，好、哦，那这个要用一点油，刚才干烤，现在要用一点油哈、哦，那所以。不要油炸，不要以为油炸哈会嫩，油炸反而爽来会硬。我们是盖起来让它回软 ，OK。那当然这个因为油少就要一直拌 ，OK， 把它拌一拌。油多他们也要拌呐、啊，啊，我们采访他们看也是要一直拌的、啊。嗯，很辛苦哦，做酱料辛苦就在这里。对对对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烤过以后呢，好，你有没有闻到丁香味？你看有。居然好像人家在熬那个丁香鱼汤啊，这种味道，嗯 ，good， 嗯，回软了 ，OK， 好、嗯，那我们放油，真的，而且让上啊煎开锅盖的时候，盖着盖子来干爆，更容易把它腥味逼掉。对，我们要放一点油哈、哦嗯、，OK， 那我们把这个小碗。还有这个干贝，因为干贝你会吃到一丝一丝，哈、哦，一粒一粒反而吃的没有那么甜美，哈、哦，你看，这样子哈、哦，用一点油来炒香它，哦，所以整个过程哦不会太久，整个过程很快。那这边呢，等一下就把它混进来，嗯，有没有？好，那这边我可以帮你炒了，好，这边给你炒，来，移过去 ，OK， 那我这边呢？OK， 很好。那我们这个咸度、甜度都不用加，因为哈、哦，干贝甜的，有咸度、有甜度，然后虾米也是有甜度、有咸度。OK， 好，可以了吗？我看一下，我感觉一下。好，很好。现在把它混在一起了。好、哦，干贝把它炒到香香的，大概哈、哦，你用那个中小火哈、哦，大概一分钟。所以在这里教大家这种干贝松哈、哦，小碗干贝松最大的特色是不要用很多的油习惯去爆炒，只是吃下更多油。对，但你炒起来的松呢、嗯、是很干爽的，你看，而且那个干贝才有爆香的感觉，好吃。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加下来 ，OK， 好香哦。然后呢，把它拌在一起喽，拌在一起，那它就会有哦，有那个好口感 ，OK， 好美哦，这个颜色，好美哦，好，把它炒一炒。好，那你等一下要炒饭了，好，这边我帮你拌，这里拌，这我来炒饭，移过来，对，用小火拌均匀就好了 ，OK。好，那我们现在呢，这边还不够热哈。那我们今天炒饭很简单 ，OK， 我们就是用这个糖豆、红萝卜，因为有这个松，哈、哦，有这个松，所以很简单。我们就是很香的，你不加酱油也可以，因为你的这个松会特别香。那我们把盐巴加在蛋，打散一下 ，OK。哇，很棒哦，很美。Yes， 好，我今天心情很好。好，你去包你的吐司喽。还没炒完啊？什么？炒，我看一下。好吧，你先炒饭吧。吐司等一下再弄啦。OK， 先把炒饭做完。好。OK， 那我们现在可以了。我们把这个油加进来。比较难熟的豆子跟红萝卜煎下来，OK， 好，放半边就好咯，把它盖起来 ，OK， 那我把火哈移到豆子这边，嗯，好，这边等一下要放这个蛋。OK， 那盐巴要先撒盐巴 ，OK， 旁边。OK， 好了，用中小火给它炒一下 ，OK， 简单吗？简单。哇 ，beautiful。然后呢，那个饭也好了，你今天可以用新鲜的饭直接炒。今天的饭好。嗯。OK， 不要我用冷饭，因为要通常哦要炒饭要摊开。哦，这样。啊，把它摊开。好 ，OK。就是一漂亮、哦、焖十分钟，关火焖十分钟，一定要摊开，然后一粒一粒的、拿来讲。在这里，这是摊开过的饭。OK， 好，好吧。那我这边，让你炒热饭太容易了，让你炒冷饭。对，炒冷饭要把气氛炒好。那有些时候不炒饭要怎么样呢？包吐司。包吐司。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像一般传统是炒比较多油，如果你用这样来包吐司，你会吃到很多油，对，全部油都吸到。那我们自己做的是。用这个，这个颜色比较美，今天、哦、因为这个干辣椒太多了，一点点。哎，就用这个吗？对、啊。嗯，然后用那个叶子，小黄瓜，小黄瓜。嗯。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你看，哇，好香哦！好像在卖菜的。卖东西要吃一样，好香哦！好，那我们把这个先来这一边放鸡蛋，OK， 然后把饭放到鸡蛋这边，两杯米全部下吧。OK， 然后把这个松加在饭这边。哦，哇哦，你看，你在抢镜头哦，你只是这样，哇哦，对，没错，这样才好吃。OK， 那饭中那油为什么呢？我把它放在鸡蛋上面，技巧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撇步，你把它铺在鸡蛋上，有没有？你的饭啊不会吃油，所以呢，让它在里面煎得香香的。好。看一下喽，可以喽。然后你如果要一点酱油香也可以，你淋一点酱油香 ，OK。好吧，那我们的鸡蛋有没有？你看一下，这个鸡蛋现在有没有？这样子很棒，嫩嫩的，有没有？然后有些那个鸡蛋的蛋液呢会到你的饭里面，所以你的饭。会有特别的鸡蛋黄香哇！我看一下，谁要吃炒饭？
哇哦，这个是不一样的炒饭，这一锅要500块哦。你看，真的很棒。然后呢，我们就是把它炒到香香的。哇哦！我要自我赞美一下，谁要吃小馆干贝松？哇！吐司卷，你看美不美？不美。为什么？因为你的松放太少。放太少，因为我舍不得嘞，很贵嘞。你看。我大家再包一个很多的。Good, good, 我来 try 一下。哇，比那个新加坡的虾米酱还好吃。很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你看。你看这个饭多美丽啊，就是因为有加的那个松，它的味道很好吃。对，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扣起来，扣在这边。妈咪，有戏，有戏！哇，我吃法式的，法式的这个盘，因为炒饭哦，中菜西吃，然后呢又加一点松松，要松松的，然后加一点 lettuce。Good, perfect. 我们今天教的这个虾松，哇，一定要学哦！真的可以变化很多菜，哇，又不油腻。Yes， 一起来复习材料，还听营养师到底怎么说。大家好，我是营养师吕秉元。我想大家都吃过那个凤梨炒饭，那个凤梨炒饭除了说把饭跟凤梨炒在一起，有那个凤梨酸酸甜甜的味道之外啊，它的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在炒饭上面会铺上一层肉松，那我想这个吃起来又特别的好吃。那今天我们的这一道菜里头呢，我们是自己 DIY 做的这个小馆干贝松，那个这样的小馆干贝松，除了能够让我们吃出这个凤梨炒饭的美味之外啊，我们又可以不用担心说，一般市面上买的那个肉松会有这个比较咸啊，也就是说吃了之后啊，钠的摄取量可能会太高的这样一个问题。那钠吃的太多的话呢，可能就会血压比较高，那另外呢，钠吃的太多女孩子不喜欢的这种身体会浮肿啊、水肿这个问题啊，也会容易产生，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那么另外今天我们的这一道菜里头呢，很特别，就是说我们的米饭呢不是用白米饭，我们是用糙米。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说吃糙米对健康很好，那是因为呢糙米它跟白米相比之下呢，它多了这个胚芽还有这个米麸。那胚芽跟米麸里头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纤维还有呢天然的维他命 B 和天然的维他命 E。那这些呢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来说呢非常好的这个营养素。那我们透过吃糙米就可以得到这些天然的营养素其实是一种非常天然的这种保健养生的方式。不过就是很可惜的就是说很多人呢会比较不喜欢这个糙米的这种口感，大家好像觉得说吃起来粗粗的感觉，而且呢它的这个饭香方面好像也没有白米饭这么的香。可是为了这个保健养生的这个理由的话还是会鼓励大家多吃糙米饭。那可是如果说家里的有些人呢实在是很难接受这个糙米的这个口感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味道的话其实就可以学习今天这一道菜我们利用这个海鲜的这个美味啊，还有这个蛋啊，蛋汁的这种比较滑润的这个感觉啊，来改变这个糙米的它的一个味道啊，还有它的这个口感那这样能够在让我们呢在吃糙米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说，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好吃的那就像我们的节目常常说的，就是说在吃出美味的同时呢也能够吃出健康。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这一道菜的热量。我们今天做的小馆干贝松100克里头呢，蛋白质的含量呢有15公克，脂肪呢12公克，糖类3公克，纤维1.3公克，热量呢是180大卡。那小馆干贝松炒饭一人份里头呢，蛋白质是13公克，脂肪呢5公克，糖类呢49公克，纤维3公克，热量是293大卡。